没有任务就没有报酬。我是闪金猎人雪苗，好久没来 P 城了，真热闹。对不起，打扰了，拜拜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它永远不会动场。谁呀？是的，没错，要相信你自己的眼睛。我来 N 港了，都来半天了，不过我没捡东西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今天的任务是只用毒圈外的物资吃鸡，所以我得盯着这瓶止痛药，等下就把它吃掉。咦，脚步声，谁呀？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除了我之外，谁还会傻呵呵的跑那么远来这里？我想了一下，要是饮料和止痛药不够的话，我不会被毒死在圈外面吧？应该不能，我没那么倒霉。来了来了，要来了。好的，姐姐都要无聊死了，我快找东西。呀，三级班，太好了，这样就能够多装些东西。我应该只有这一次捡东西的机会了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迷迷糊糊的就找齐了三级套，现在我很耐打，不过就是饮料不太够用，不会真被毒死吧？我要放心，不会的。差不多了，毒性越来越大了，我快走。行了，别担心了，这不是进来了吗？而且我还挺肥的，现在就去杀人吧，也不能零杀吃鸡呀。那边有枪声，我去看看。哎呀，不好了，有个98K差点打到我，我快找掩体。哎呀，完了，我感觉马上就要死了，就还差一枪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他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看见？你快帮我看看。在那儿是吗？哦，知道了。也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那么一点点后悔，后悔没拿出步枪突突，不然的话我就惨了。咦，那是人吧？哎呀，又是谁呀？哇，前面才是机岛，一定还有也不知道几个人，后面也有人在盯着我。完了，你是不是也感觉我就要死了？我也是那么想的。等等，我想再挣扎一下。他们放烟雾弹，是不是也把自己给淹了？眼睛啥也看不见了吧？这就是我要的那种机会。我来了，是不是怕得要死？什么鬼？怎么是油桶？我先来房子里待会儿，他们要是敢上来，那我再跑也来得及。有枪手，在那个方向，距离我很近。在打谁呢？没有人呀，他是不是傻？原来是这样。哎呀，运气不好，一个都没蒙死。哦，在那儿。还有，把他队友杀掉，他一定恨死我了，一定会来打我吧。咦，怎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？这是什么鬼啊？这把死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这也太任性了吧。那我也进圈，进圈去杀人。我进来了，正盯着前面呢，前面也不知道有几个人，不过应该有好几个。哇，还是被发现了吧？怎么都往我这边扔炸弹？你能不能再使点劲呀？我看你很着急。呀，不好办呀，最后三个人要是一伙的，然后还都在那边，那击倒一个也没用啊。怎么有脚步声？还爬？我不看你。哇，被反打了，不行，我要补掉他。看不见了，去哪儿了？放猴归山，这可怎么办？真是胆小啊，那么多人还不冲过来，是因为害怕吗？为什么开车呀？开车干什么呀？开车不是白送吗？那边有几个也不知道。哇，对面也太胆小了吧，这样的话我感觉我要吃鸡。他想扔炸弹，这药没用。你看，炸不到，气
蝎子猴。这也太不 OK 了吧。我是雪玲，请点赞发布你的任务。